同学，你在没有修行之前，对世界满意吗？你对世界满意吗？世界满意吗？对自己满意吗？还是有一个盲点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就盲点的，有的人是，法缘很好，就很顺遂的进入到佛法的大海中，那就提早宁静下来。可是修行里面还有那个苦，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自己的境界的苦，那个苦以修行人来讲最难耐呀、就在那边上不去，掉不下来，就好像飘在那里，不晓得怎么办。如果又没有法门的话，就觉得这个脚不知道跨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要来听心经，就要治疗你这颗心。所以在讲苦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厄一般就讲灾厄啊，祸患险难。那哪一种苦是你生命里面认为最严重的？有的人是感觉到生死，生死的苦是最严重的。那修行人他不是用生死的苦来看成最严重，他看到最严重的是轮回的苦。因为轮回的苦，轮回存在，你生死根本就是重复再重复啊。所以生死的苦一定要跟轮回有结构起来，那就变成可以修的。如果生死的苦只单纯是害怕生死的苦，那不知道其实是因为轮回才这样，那这个生死的苦的意义就不够深广。这样子哦，那我们呢是一念的不守真如错差，所以才堕落三途。那生死刚刚讲到，如果你没有跟轮回合并起来读的话，那生死一般人也都怕生死啊，所有人都怕生死啊，猫啊狗啊也都怕生死啊。可是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生，什么叫死，一张开眼睛就世界就现在前面嘛。那真正你修行的，会看到你分段分段的生死，然后会看到一些变化变化的来来去去的变异。所以以经论里面讲到生死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两种。那这个变异生死讲的是界外的圣者所受的生死，那分段生死是六道凡夫所受的生死。如果没有这种轮回啊，没有这种生死，就感觉不苦了。所以对生死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奇特的假想，对不对？奇特的假想。那我们就慢慢来了解，造这个度一切苦厄。这个苦不可言喻啊。人光你活着你就觉得很苦，那三恶道呢？三途苦呢？我们听说有很多狗儿得了尿毒症，也听说有很多动物得癌症，对不对？当你听这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比对说自己得癌症，全家就得了心癌，自己得了肉体癌，全家都精神饱受折磨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整个都乌烟瘴气的。但是我们对于动物的这些的疾病疾患来讲，却不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嘛。那对于自己的轮回觉得很辛苦，可是这六道众生其实轮回当中都很辛苦。如果你能平等的来看它，你就也不会强调自己这个辛苦，而是要努力的跨越这个轮回啊，生死。那讲到这个苦啊，基础上佛教理论讲三苦八苦啊，
还有百种苦，很多苦。那这个先讲到这个三苦的苦苦，苦苦是就是药师的二十五啊，二十五页，苦苦有漏行运中诸非可易之苦受法，逼迫身心之苦，反正就是众苦交聚在你生命的每一个点啊。啊，这个是我物质的，这个物质的这些感受，天灾人祸，恶劣的环境都会逼迫这种苦苦。那如果坏苦呢，讲诸可易之乐受法，生时为乐，坏时逼迫坏时逼恼身心之苦，也就是由乐的感受记忆，然后这个乐不见了的时候就生出苦恼，这种叫乐极生悲。那人在一种动荡跟变异当中能不能释怀跟适应，有的人呢就天生好环境啊，咬得金汤匙出生，可是在环境上如果变异的时候就无法适应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学佛之后他就 祈求自己来生来世福报不要太好啊。第三种叫行苦，行就是会变迁嘛，那不管是身跟心，只要在这上面呢，身心在环境里面呢，不断的转变，产生了一种无常，那这种就会产生一种苦，这生灭的牵流。其实有漏之法，它就是常常在牵流变化。大家都知道嘛，有幼而变老，然后由壮可能有一天忽然之间就病了，那生也不一定很次第的慢慢的进入死亡呢，有时候突然之间就死了呢，那是医学还有那个帮助你呼吸的这些插管的，在过去很多身体上的一个大的伤害就即刻殒命耶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无常转变，这行苦啊，这还是在讲看得见的东西。那如果说内心里面的那种变化，感受到那种极大的苦处，那是每一个界别不一样。欲界可能看到的行苦就是有，然后变异。那你如果色界跟无色界，他所感觉到的辛苦是精神层次的，是境界的变迁，那种苦的感受是非常非常之强。我们有看过很多人就是精神生活者，也就是他很着重精神，那物质是非常淡然，但这种人对辛苦的感受很强，非常的强。如果说一个聚会，然后大家谈一谈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会潸然落泪呢。有没有看过这种多情种啊？那修行啊，要把这个情剥掉不容易。以前我看过有一个小孩，他很小的时候，他就一天到晚就幻想着要成佛，这也是不错的，那么小就想成佛，然后想着要度众生，就发了跟大愿地藏王菩萨一样的愿，很叫人赞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一年呢，他的这个长辈，就是阿公阿嬷啊，就是往生了。这个时候他非常非常之痛苦，他说哈，他不能够度化他的阿公阿嬷，然后感觉到生命是这个变化太大了，很小哎，那小孩很小哎，这生命的变化太大了，那他的这个祖父祖母到底到哪一界去啊？他就把这世界啊做了很多很多的连结跟那个揣测，
那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悲心？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有悲心？后来他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他必须训练自己铁石心肠，要不然他没有办法活得好。他连小学一二年级要分班的时候，他都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改变，同学都走人了。然后三四年级哦，又分班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接受一次的生离死别，好严重。五六年级的时候更受不了，因为国中要拆啊，到不同的学区去。他好是这种多情，就是那个辛苦，那个精神层次的人呢。可是你在物质上再恶劣，他都不会抱怨。他连左脚跟右脚袜子不一样，他都无所谓。食物上的等等，他都不在乎。可是就对于那种熟悉的东西，熟悉的东西的一个分离，他会感觉到非常非常之痛苦，非常明显的，他对那个变异很不适应。那心里很细腻，很细腻。所以有的人说啊，像你们那么多愁善感啊，有人这样跟他讲，那还是像我们这种粗糙，吃就吃得快乐，玩就玩得快乐比较好。同学各自定义的啊。总之啊，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苦，这主观的，唯苦无乐。遇到顺境的时候，乐受的时候，乐趣生悲。对不苦不乐里面，无常转变身心会不安，这就是三种苦，就是苦苦、坏苦跟辛苦。如果我们要细分的话，人、修罗、地狱、恶鬼跟畜生所受的苦比较粗糙，因为它比较着重在这个物质上面，这个苦苦比较多。那如果坏苦呢，讲到是六欲天跟色界四禅天人所受的苦，就是这个坏苦。那行苦，有时候再把这个三界分布来讲，无色界的四空天人所受的苦，就是这个行苦。那这个行苦啊，因为修这个定的功夫，自然呢，他会厌动去极，他不喜欢动荡，他想要极灭极静。那如果修到某一种程度，他就没有色执之累，也就是他没有我们粗糙的地水火风这种结构的色执身，那有空定之乐，这个就是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，都是天界。那这些天人是因为禅定的这种力量，也就是他修持的禅定的力量，扶住他这个六世心。根据经论里面讲啊，八万四千大劫可以都不动，可是呢，在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劫半的时候，他的寿满，这个定的功夫定尽头了，这个时候他的心会慢慢的又波动起来，这个波动它会慢慢的流动，终究会堕落轮回。这个就是修行里面的黑洞一样啊。所以常常讲啊，修行并不是要进入到这种不动，但是这个不动对很多浮动的人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啊，因为就觉得自己浮荡的这个身心感觉到是极度的劳倦，就非常的疲倦，怎么老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经论里面有讲啊，当这个六世心啊浮住，因为它种子没灭啊。它种子没灭，
但是六世心呢，它后来又动的时候，这是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上二界死时退时，生大懊恼，甚于下界，譬如极高处堕，摧碎烂坏。也就是哦，这他生了大懊恼嘛，怎么又动了？怎么出？怎么我又感觉又是我了呢？这个感觉很强烈，如箭入体，啊，很强烈，很不舒服，痛苦倍于常情，就像在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然后粉身碎骨。其实很多禅修里面，他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知见，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，哦，我怎么又，我怎么回来了？那种是一个错谬，不正确，所以要导正之见，不是要这样子让自己辅助，它是要毕竟解脱。那古人有讲到欲界具三苦，就是欲界我们有苦苦、坏苦跟辛苦，但是层次不同了。色界无苦苦，就色界它比较没有粗糙的地水火风的这些东西，所以它有坏苦跟辛苦。那无色界只有辛苦，无色界为辛苦，它就只有这个禅定力消失的时候，它心还会流动，还会启动。那这个是三苦，这个苦是有办法的嘞。同学不要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不帮啊，如果真的不帮，这个经论就不会流传到现在。确实对治这个苦就是般若智慧，它就是般若智慧，一定要深深的有信心。那谈到我们的身心一般把它区分成八苦，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，就四苦，这四苦都在讲生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色执身。那这个生苦啊，在母胎中如求牢狱，劳苦力弱行枯，神衰志钝，这几个字就描述得很好啊。病苦呢，诸根痛患，坐卧不安。死苦四大分离，抽筋拆骨。这听起来拢足恐怖的，其实啊，你都嘛温习足侪摆。我们都温习再温习啊，重复再重复，老是忘记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要强烈的知道你在轮回，你如果不知道你在轮回啊，够细几百嘛，我要给你20年之后一条好汉，说哪门子笨话，那个是用豪气的话，但是也是不能觉醒的。那精神上的苦呢，就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跟五阴炽盛苦。那这个精神上面呢，爱别离苦、眷属恩爱、生离死别；求不得苦、事不称心、欲得偏失；怨憎会苦，就冤家会狱、如眼中钉。总归身心就是五阴炽盛苦，五阴烦恼如火炽燃，焚烧身心。这些苦啊，通通都在生命的每一个点，会让你交错。有些时候啊，你有爱别离苦，又有求不得苦，对不对？然后怨憎会苦，又有劳苦。反正这些苦不是说单一的一支一支来，它是交错的，重重叠叠，重重叠叠。那对于苦的读法，我们把它视为苦大师，就是把这个苦呢拿来发生极大的作用，也就是我们知苦要离苦，你才会修行。那这个苦是持续的状态呢，还是属于昨天？这就是每个人的定义上的事情。同学，你修行到现在，你是不是觉得昨天以前很苦？
现在想昨天苦不苦？其实回答不出来了。来，昨天以前苦不苦？你要我执很重的人还很苦。你老实说，过去到现在苦不苦？到底苦不苦嘛？会很苦，那你现在觉得真的很苦吗？不会啊。你得乐了吗？苦跟乐是两个对立的啊。你既然不那么苦，那为什么不乐？有意思啊。你到底怎么定义苦？有些时候苦是一种缅怀不忘的我执加法执啊。那个是对于过去的一残缺的，就是这种不圆满残缺的强烈记忆。如果你对于残缺的那个部分可以接受它，并不是说你过去就已经圆满了，不是。但是过去对于你现在的威胁其实不大，你真正的威胁是未来，你的威胁不是来自过去。过去其实走完了，你威胁是未来，你才会威胁。要改变未来，不是改变过去。如果你要改变过去，那是不可能的啦。所以你要改变未来，就是现在先不要理过去。你不要理过去，然后你在现在，因为在座你们都觉得现在也还好呢，还没有登极乐，你害怕未来像过去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现在已经觉醒这个点了，你现在已经 觉醒，你不想像过去一样。那未来就是你现在在创造的，就是你现在走的路是未来的因嘛。以未来的果，我们先不谈它会什么样子，绝对不会跟昨天一样，绝对不会跟过去一样。纵使是一样，你的解读也不一样，这点有信心吗？当然这是已经有在修持的人而言啊。你下辈子一定会比这辈子更好，你相信吗？相信吗？如果都不相信，你就没有修嘛。你下辈子一定会比这辈子更好吗？你持续在修行的人，明天也一定会比现在更好，根本就不用安慰自己啊。那是事实，又何必用安慰的呢？也不用假设啊，那个就是实相，你一定要肯定的去知道你现在修就对了。你不要管那个果，你应该管你现在怎么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都有一个超高的理想？那个超高的理想是要由一点点一点点的现在变成较为理想，而最后才能超高理想。所以你那个超高理想先建构起来，那个超高理想是有点空泛不实在的。因为你一个人就要分裂成那种飘渺虚无的假象超高理想，然后再一个是害怕未来跟进不去的现在。那这个的存在是一种迷，它不可能悟。那我们还是回到八苦，慢慢带啊。八苦的前四个生嘛，由生发生的生老病死。那我再问同学一个问题，
你出生了，你现在这现在的你，你后悔你的出生吗？你不后悔喽？啊，你说不后悔喽？你后悔你的出生吗？为什么不后悔？因为你学佛不后悔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学佛的人，出生对他不是一件后悔的事，而是他生在哪里。是他生在哪里，并不是出生这件事是恐怖的，是他生在哪里才是恐怖的。基于这个点，当然就要谈到三途苦啊，跟佛国净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还有佛国净土，当然还有菩萨境界，这中间有跨越好多好多好多的不同。那好多好多的不同，如果你现在继续在学佛，你都有佛法来让你转念，让你拿来实用，这个生的继续是持续的状态。你不要把你生命用一种又一种讨厌过去的生，要救一个死来读它。你应该在救于自己的这个生里面去转换生它原始的那个错误的概念。当这个生突破了它存在的固定相状之后，这个生就没有威胁。就无声，生，你这一辈子生不恐怖了。为什么不恐怖？因为有佛法。所以重点是生在哪里，重点是做什么事。你要记得，当你有意识生的时候，你永远在生，不是在死。纵使你现在是死亡，你也是进入死亡，喘不过气来，等一下觉得好重，等一下觉得好冷，等一下轻飘飘的，等一下看到别人哭，等一下想到我要去做些什么事，再进去做了别的事，你还是持续重啊。要不然你家的老人家死了之后，为什么还有他的神识？对不对？那这些代表什么东西？生，如果我们彻彻底底去读它，不是生的相状在恐惧你，是你对生没有真的明白。你对生跟死非常狭隘的解释于呼吸的有无，环境跟你的关系的断裂与否，你现在的样子或是你身份的大变化，是你定义这个身出了问题。如果这些问题都弄得很明白，身就是无身，超越了身的恐惧，对不对？当你超越了身的恐惧，相对的道理，死跟生没有什么两样，没有什么两样，所以就叫生死一如。那我们呢，人在因果的这个概念里面，会有自己的压力，不是没有因果。以实相中来说，因果是无是非的。因果论是实相因果，不是在强调相状因果。可是众生听闻佛法的时候，他掉入到相状的因果，而他不知道世尊所说的实相因果是说
你的精神层次，你的修为整体的大改变的时候，他的路径，他只是在讲一个路径而已，他讲一个路径跟一个发展的过程。简单说，因果牵连。那我们会被因果的这个概念，有些时候会有两极化的想法。第一个就是被因果给恐吓了，害怕。这个也有些许的正面作用，就是阻吓你造恶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又有一个是莫名的恐惧。莫名的恐惧就是我过去造了那么多的坏事，然后以后的果报真的很恐怖啊。就自我吓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吓唬那些极恶之人。那你的中间值的这些人，就是要好好精进用功就好，不要被吓到。那药不是要给你吃的，很重的药啊。那药不是要给你吃的，但你也不能够，你也不能够，就是断灭说没有因果，所以实相因果。那这个因果论里面又有一个非常非常叫人期待的感受，那就是菩提心，菩萨道，它的果就是成佛。你看这个多美，是不是这个因果的作用很大？你在因也叫实相，因为它空；你在缘也是实相，它发展中，无是非；你在果也是实相，是个体啊，每一个主观的个体，把它世俗化，用世俗心来读实相，就变因果。这样理得出来吗？是不是用世俗心来读实相就变因果？如果你不用世俗心来读实相，它是没是非的。你照单全收，全部在内。而在这里面呢，不错谬。纵使你有错谬，也是你自己选择的一种方式。这是自己选择的。所以对于因果牵连相续不断无其痛苦的这种恐惧，有没有比较厘清一点？如果你是大坏蛋，你千万要记得因果。对不对？这点你不能忘啊。如果你已经痛改前非了，那么接受实相的所有一切。那这就从苦又带到因果了。病是一个过程嘛，病是一个不均衡的状态。死的话是一个转换。你如果把它用另外的字来替换掉，死是一个转换。你今天如果有一个九十岁的老者，常年卧病，不能言语，他会选择什么？死对他是 好期待，是期待的，对不对？是期待的。纵使那中间会经过很多的自己不适应，但是那个答案却是自己想要的。我们在讲这个轮回啊，所以生死轮回有没有这回事？有一个故事，有个故事是过去有一个诗人呢，叫黄庭坚，听过哈？那这个黄庭坚呢，就是中举人嘛，这国家就派他到某一个地方啊去当县令。那这个黄庭坚从小的时候啊，他就常常做一个梦，就做一个梦啊，就是有一个乡下的一间
茅屋啊，茅舍啊。那茅舍有一个老婆婆，常常在煮一碗面。那这个黄庭坚常常就梦到那个屋舍跟那个老婆婆，常常梦到。那年他中了举人，后来就被派到有一个县去当县令。那有一天呢，中午休息的时候啊，他就睡觉。睡觉的时候，哇，他吃了一碗好喜欢好喜欢吃的面，在梦中吃面呢。他这味道啊什么的，他都超喜欢的，喜气使然。他醒了的时候，他就心里想着：我决定要一探虚实。于是呢，他就凭着这个很不可说不可说的直觉，就往一个方向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他走到那里呢，他经过桥啊，经过那个田野啊，经过什么树啊，好熟好熟，他就很自然的这样一直走走走走走走。就好像那里的景致都不用指标，就带着他走走走，就看到这个屋子。他这个茅舍看呢，这就是他梦中的景象。他就敲门，然后进去，哎，果真有梦中那个老婆婆。啊，这个老婆婆哈，啊，在这个案桌前摆了三碗公的米。然后他就问老婆婆说：“你一个人呢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那你这三碗面是在做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是在祭拜我女儿的。我女儿啊，在25年前啊死亡，然后她很小就学佛，她很喜欢读《金刚经》。”然后呢，他最爱吃我做的芹菜面，所以每年在他的忌日，我就会煮芹菜面，啊，就是供奉他。可是我女儿啊，跟我讲25年后他会回来照顾我，我一直等，一直盼，都没有踪迹，都没有一个人来过。这个黄庭坚呢，听了心中当然就是有一个问号了。他说：“那你一个人住这儿，你女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有啊，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。”他就带她进那个房间，有一纸箱子摆在旁边。那老婆婆说：“这就是我女儿的遗物，25年来我就等着她回来接我，回来看我，照顾我。可是她说，那这里面放什么？”黄庭坚就问。她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她也没留下钥匙，她没有告诉我钥匙，她就走了。”这黄庭坚于是就拿一张凳子，就手就摸上梁啊，这屋子不就有梁吗？这第几根梁就很自然很顺手，就在那边，哎，钥匙拿下来。然后就开了那个箱子。开了那个箱子，那里面就有《金刚经》啊。25年前他女儿喜欢的《金刚经》，还有他的抄本，还有一篇文章。这黄庭坚一拿来一读，这个就是他中举人的那篇文章。这个是在讲实相，生命跟过去是有一些连结，但不一定一模一样，是有一些会存续在延续下去的东西，那叫法身慧命。因为他女儿是学佛的，读佛的，他所做的文章当然有他一番高超的见解。后来黄庭坚确认这就是他过去生过去世的老母亲，就把他接去了。
这故事呢，是告诉我们呢，生死之间呢，它有一些脉络，不一定全切断，也不一定一样。重点是，你对于生死会遗忘，真的会遗忘。如果不能遗忘，你早就开悟了，对不对？这辈子好好修行，都不会隔音之谜啊，经典都背得滚瓜烂熟，对不对？那一世见到佛陀，给他接足礼，到现在还依然佛在心中，怎么会丢了那么远？所以这上面就让我们去省思说，我们众生呢，对于很多东西要看得懂它接续的轨迹，那个就是你修行里面次第次第次第的开发，次第次第的进化，这个东西会在修行，它不会做白工，不会。那你说业报的情形造作的也会有那个轨迹让你再重复，没有错。那那个轨迹是断裂了就断裂了，圆满就圆满，因为那是生灭法。如果这回到一个主题，以生灭法的因缘，它以后会有生灭法，就是返回去的平衡点。那以精神层次的法身慧命的开发进化，这个上面呢，它是还原法，是还原的。这个还原的部分呢，是因为你原来就是清净的佛性啊，所以你在还原的这个部分，是要你持戒。你持戒跟这个知见建立够，持戒知见建立够，你把握住自己这一块。你不在生灭法上面去结构，是去结构那个必须要负担的责任啊。那你在这上面还原，是还原那个清净。那你只要持戒跟这个知见够，让自己的身口七支啊，当然还加上意的话，贪嗔痴的这些呢，好好去修持它，这个会持续。这个会持续的，因为你在一直还原，一直还原。这个还原的动作，这还原是本来的样子，是你用生灭法去结构，那才是非本来的样子。非本来的样子，它终究是会平衡的，而你本来终究是会恢复的。所以，我的信心，这是我的，我希望分给你一点。我的信心是每个人都会成佛，这个信心你有昏掉哦。或许你自己本来也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是这样去看世界，跟看自己，而且还原的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殊胜。是非常的殊胜。有的人会觉得修行很苦，其实那是你读的，那是你读的。当你体认一分，所谓的体认，一定是跨越自己刚刚的污秽嘛。你认知自己的污秽，才能跨越自己的污秽啊。所以认知自己的污秽的下一步，就是跨越自己的污秽，然后才会有体悟啊。那体悟是不是就还原？是不是很殊胜？那你对于认知污秽这个点，是不是觉得很讨厌？不应该讨厌它，不应该讨厌它，因为染净宏源。你不应该讨厌它，但你不能纵容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。一些因果跟这个轮回，
如果在不自主的状态之下，完全没有一点觉照力，那真的是不断不断在不断。那如果说你有愿力的人，每个愿都会完成呢。有这样说，哦，那心里一想哦，那件事哦就会浮现呢。好啊，这真的是这样呢。有时候会对自己的这个心念有点害怕。有一个人跟我讲说，师父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心念哦，让我自己有点恐惧。我说怎么说？他说有一年呢，台风来了，然后非常非常靠近了，说超级强台。那我就坐在电视机前面，就想说，啊，风台你就转一下就好嘛。结果哦，没两天啊，那个台风就有一点小偏差，就没有扫进来。我就觉得那念力不可思议。我说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说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好几十万人都跟你一样有那个念力。当然这是鼓励他啦，但是也不要狂想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道理，他说有些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啊，今天真糟糕，好像运气不大好哎，就出去就踩到狗屎。他自己这样想，那他就说这是不是我的第六感，还是我的念力问题？我说以佛法的解释好了，以佛法的解释，你要归属它为第六感，还是归属它为念力，还是归属它为神通？你要怎么归属？倒不如你早上不要想我今天好像运气不大好，踩到狗屎的时候也不觉得踩到狗屎不好，这样不就自由一点吗？他说这样会不会显得有点笨？同学，你觉得哪一种聪明？这个才聪明。你觉得什么样才聪明？今天觉得左眼皮跳可能不大好，错了一单，人家一般讲就错了一单，果真不好，真应验，以后左眼皮跳不要出去，呛到割到都比撞到小条。其实你就陷入了恐怖颠倒梦想，所以不要去强化自己那个若有若无的第六感，那个感觉，除非你到正神通，要不然中间的这些东西一概不要，就是加油添醋，也不要在意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纷飞的恐惧产生。这样知道意思？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，我们还是把前面照见五蕴皆空跟五蕴的关系做一个总说，也就是众生啊，不能够彻底的了解色蕴非实，所以对境起了贪恋，那领受上面就产生了这个分别，有了想法，依这个想来造作。那在造作，在这所有运作的过程啊，就有了业事。那这个有业力牵引，所以受生死。那有受生死，就有苦厄。这一连串呢，开头就是对于色蕴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它非实。这个菩萨就是用般若无相观，观这个五蕴的身心都是原生而无自性，当体即空。所以如果在这上面处理完毕，也就没有因，没有因就不会有结果，所以就不会有苦厄，所以度脱一切苦厄。如果在这上面还有一丝放不下，看不清楚，也就一连贯走下去，所以就是在迷啦。迷的时候妄见诸实，就是妄见诸相，以为实有，
起了贪着，这个就叫凡夫，所以在苦厄当中。那悟的时候，彻见诸法皆空，不生取着，这个就叫菩萨，所以无一切苦厄。那我们众生在修行里面，就是有时候有苦，有时候无苦，那有时候有乐，有时候不苦不乐，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稳定。上次我们也介绍说，众生的身呢，这个身就要依这个戒律而行嘛。那心的话，这个心法上面就是要如何处理自己的五蕴，基本上都是要用般若智慧来彻见诸法毕竟空。那如果我们一转身的时候，